Ah, già.哦，对了，今天哦，两位没有打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一个贝斯的 Paco， 他现在去南美洲那边，然后刚好下礼拜才回来，因为他在台湾有一些犯错事情，所以他必须要逃到南美洲，然后就差不多的时候他会回来。然后另外一个 Kenyu 三线的 Kenyu 哈，他也是刚好在台北是有些犯错一些事情，今天跑到台东那边表演，对，然后我们是未来哈，那永丹公园很多地方都有表演，但是我们是在这边每个礼拜哈，我们这边都有表演，然后这边是超楼啦，来超楼很好吃哦，然后就是员工他们穿阿罗哈衣服有没有？我们看到后面穿阿罗哈的他们，对，我们是这边超楼市场味道新的朋友，哈。超了，很好吃哦。OK， 我们的专辑的第四首是什么？到底大家有没有听好？如果奇巴利欧，没错，奇巴利欧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奇巴利欧是加油，是日文。加油哈，是干巴罗，对不对？我听到啊，七八六，那干巴罗是七八六，七八六的意思哈。OK， 我们这边今天有卖 CD 哦。如果说还没有 CD， 或是送给朋友的话，只有199而已哈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如果买的话有别针哈。哎，好 ，OK。刚刚三楼啊，整个都讨论过，对不对？要我这时候讲。Production，People， 叫累。大家一起唱《七八里游》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先唱《七八里游》噻。七八里游噻。大家会来，我会改。七八里游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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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八里游噻，七八里游噻，大家都会，完美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